据说这道题啊，在网上有很多老师都讲过，但白老师表示不服。今天听我讲一次啊。问：二十米比谁多四分之一，和谁比二十米少四分之一？这道题在考什么？在考比谁，谁就是单位一，比字后面呢就是单位一啊。这是单位一，二十米比它多四分之一啊，我们再画四分之一。说明二十米就表示了四分之五，对不对？量率对应，二十米除以四分之五等于十六米。好，我们看第二问，谁比二十米少四分之一呢？比谁，谁是单位一？二十米就是单位一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单位一，也就是二十米。比单位一少四分之一，那不就是四分之三吗？也就是问你二十米的四分之三是多少？二十米乘四分之三，十五米。你学会了吗？关注我，玩转数学。